这架飞机呢，它的翼展是9.6米，然后机长4.5米，空机重量的话是116公斤左右。你整个研发这个花了多长时间？花了大概有3个月左右吧。整个花了多少钱？全部下来粗略的算一下，应该是4万左右。这是检查什么的？这是让它那个油路通畅一点。它的滑行能滑多少米才能起飞啊？这个飞机？60多米吧，飞行时长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吧。